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观看本期娱乐火线哥，好听的音乐分享给大家。究竟是00后上班早，还是90后当上了领导？这届杭州亚运会的音控师，我太喜欢了，太懂观众了，每首都唱进了我的心坎里。主打的就是一个真实，随心所欲。亚运会现场没有一个 BGM 是白放的，把现场的气氛搞得淋漓尽致。这也太会整活了。悠悠开场前就先给外国友人来了一段 DJ 版《千年等一回》热场，现场氛围感直接拉满。这届 DJ 是杭州人的，法海来了都得有两圈在走。在亚运会男排比赛中，当日本男排挑战失败时，现场直接响起就这个飙倍爽，主打就是一个内脏氛围，装不了一点。然而当中国男乒战胜中国台北男乒时，播放的歌曲却是我们是一家人，把人情世故搞得明明白白。我们是一家人，相亲相爱的一家人，有缘才能相聚，有心才会珍惜，何必让满天乌云遮住眼睛。嘉瑞，这首歌的意义是什么？只有一个中国，中华。当中国香港对战中国台北，赛前音乐播放《我的中国心》，祖先早已把我的一切烙上中国印，听得我是热泪盈眶。当中国台北队柔道运动员杨永维比赛时，全场观众集体高喊“中国加油”，而夺金后现场放起了《我的未来不是梦》，更是瞬间响彻全场。当中国队胜利时，则响起了歌唱的祖国。当张雨霏200米蝶泳夺冠后，现场放起了她自己唱的《稻香》。金牌获得者张雨霏。当中国香港选手何诗蓓夺得200自由游泳冠军时 ，BGM 则换成《喜欢你》。当香港足球队失败时，播放的是《真的爱你》，全体队员则绕场一圈向观众致谢。还有乒乓球比赛，当龙队进场时 ，BGM 放的是《对你爱的完》。龙队又整着四处，这感觉像是在蹦迪夜场。我就问你们，这谁顶得住啊？主打一个爱的明目张胆。喜欢的小伙伴点个赞，转发小评论。好了，本期节目就到这里，我们下期再见。